竟然把国师放出来了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和他沆瀣一气呢？你杀了我父亲，而他却能复活我父亲，你觉得我应该站在谁的一边？你盗取天罡秘籍，真的是为了炼取还魂丹？没错。 现在只差你这个九尾狐的内丹，我便能炼成还魂丹。别碰他！怎么，你对他还余情未了？古云深，你不想复活你父亲了？古云深，他要复活的根本不是你的父亲，他要复活的是古王。死到临头还在这妖言魅惑，当年你杀了孤老将军，如今还想阻止我复活他？ 以为云深还会信你？就算是我不值得相信，你坏事做尽，算得上什么好人？你闭嘴！你答应我，说我先把你绑出来，你便会为我父亲平反。我现在就进宫面圣，圣上一向对我言听计从，一定会答应的。 好，那我便静候佳音。待我顾家尘缘得雪，时机成熟，我便会亲手挖出他的内丹，双手奉上。在此之前，任何人休想碰他一根头发。 苏里郎，你要去哪儿？长老，现在景色深陷囹圄，我要回京去把他救出来。不可，古云深与那国师勾结，又有七星剑在手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把景色救出来。也罢，这把匕首是和七星剑出自同一块云体，它可以对抗七星剑的剑气。 你若执意要去，拿上它，尚有几分胜算。锦瑟。 怎么来了？族人们都还好吗？你放心，族人们都已经逃出来了，回来救你。顾云深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敢如此对你！别碰！这个上面有国师下的符咒。锦瑟，你忍一下，我砍断锁链，救你出来。 费力气了，这上面的符咒，只要我们强行破坏锁链，便会反噬到我身上。古云深被仇恨蒙蔽，听信国师的谗言，如此亲近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他有七星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的，族人们还需要你去守护，你快离开这儿吧。 锦瑟，你放心，长老给了我这把与七星剑一同锻造的匕首，我一定能杀了顾云深。求你出来，我不能走。他如此对你，你还不走？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啊？他父亲的死终究是和我有关。
不能这样丢下他，一走了之。可是现在顾云深一心要助国师炼成还魂丹，复活顾河，你可知那还魂丹最关键的，便是九尾狐的内丹。若是他鬼迷心窍， 让你献出内丹助他炼药，该如何是好？他只是一时被国师蒙蔽了，我可以等他冷静下来，慢慢和他解释的。可他若是不听呢？他若是不听，我们到了那一天，这便是我欠他的。 你不能这样，他来了，你快走，你快离开这儿，我不能看你自寻死路。 何勇，你伤还没好，又不喝药，是不想活了吗？像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你若是寻死， 我便派人剿灭狐族。顾云深，既然狐族在你心中地位如此重要，那你便给我好好活着，才能保全那些狐狸。顾云深，你别逼我恨你。 在云中走丢，心事在心外等候，往事留在某抽屉口，未雨留须与我碎碎白头。相逢错，走成旧，没事，我在，睡吧，睡醒就好。可心愁，我身在喧嚣，寂寥疏梦。 这一夜，他都守在这里吗？
退烧了。也许古王一时能与他说清楚。医生，我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国师想要复活的，真的只是你父亲体内的古王而已，那不是你的父亲。但是古王一旦复活的话，就会便会生灵涂炭，而我顾云深就是那个千古罪人。云深，所以我父亲，我们顾家，便该死吗？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的杀了他？如果卷入这场斗争的人不是我父亲，是我，你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？云深，是，我会的。金色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呢？将军，宫里有人传旨。顾将军，你该出去接旨了。这是本将军的房间，为何要出去？让他进来。顾将军，顾将军，顾将军大喜啊！顾云深接旨。朕听闻威远将军顾贺忠贞不屈，以身殉国，却因军报误传，以致蒙冤多年，特命中书省拟旨昭告天下，为其平冤昭雪。顾云深乃将门虎子，骁勇无双，与永宁公主堪为良配。各命礼部择良辰吉日为二人完婚，钦此。顾将军，双喜临门，还不赶快接旨？微臣领旨谢恩。找人看好这里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是。公主特意给未来驸马爷准备的糕点，驸马爷知道了，不知道心里有多开心呢。上位大婚，什么驸马？将军都要大婚了，怎么还把那五娘藏在房中夜夜同眠？就是，将军这心也太大了。五娘。将军也不知道收敛点儿。公主，顾将军离开前交代，除他之外，任何人不能入内。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拦本宫。公主，不知公主大驾光临，末将来迟了。将军今日不在府中，末将已经派人传话，请公主去大厅稍事休息。怎么，这房间锦瑟进得了，我就进不了？完了，事情怎么传到公主耳中？公主，事情并非您所想，本宫倒要亲眼看个明白。公主，你这贱婢，为何会在顾将军床上？本宫问话竟敢无视！来人，掌嘴！公主息怒，锦瑟娘子她只是将军关押的人犯而已。锁链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将军怕他逃走，所以才锁在这儿亲自审问。将军府的人犯需要顾将军锁在床上亲自看管，周府叫你当我傻子？本宫也看过民间的话本，一个漂亮女子被她中意的男子锁在床上，那结局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一起。锦瑟，
你明明已经嫁人，为何还要纠缠顾将军？别以为顾云深给你撑腰，你就能给我摆脸色，你等着！公主，走开！本宫要进宫找父皇做主。公主小心！末将一时情急，冒犯了公主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你为什么老跟着本宫？末将是怕公主误会了将军。什么误会啊？府上的侍卫都知道顾云深夜夜与锦瑟同眠，锦瑟都锁在他床上了，这可是本宫亲眼所见。公主，你还拦着本宫干什么？莫非连你也笑话本宫比不上一个舞娘？公主，末将绝无此意，末将可以保证顾将军绝不会娶锦瑟娘子。为什么？原因末将暂不能相告，但请公主相信末将。哼，一定是你找的理由吧。本宫现在立刻要回宫找父皇，治顾云深欺君之罪。公主，顾将军绝不会娶锦瑟娘子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。他根本就不配做人，我看他就是一个不守妇道的狐狸精。啊，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当然了，你看他那妖娆狐媚的样子。我也劝过顾将军人妖殊途，奈何将军执迷不悟啊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锦瑟她不是人，真是狐狸精啊？哟，瞧我这臭嘴。公主你还不知道啊？公主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。您要的九天雷符，找点事情来缠住这里的侍卫，不许任何人来打扰我。本宫要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。公主加油！好你个狐狸精，本宫今天就要让你现出原形。将军，本宫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该死的人是你。顾云深，你当着本宫的面还敢与这妖怪纠缠不清？你看不到他的狐狸尾巴吗？你竟然敢用如此阴毒的手段伤他！算了，事情到今天，又并非是他的错。顾云深，你若一再维护这狐狸精，本宫就去找父皇退婚。周姐，送客。是。公主，等等我。息怒，将军他只是一时情急。你说，本宫哪里比不上那个狐狸精了？在末将眼中，公主您金枝玉叶，天真浪漫，无人能及。公主，这是干什么？本宫想通了。那个顾云深既然能找狐狸精，
本宫也要找小白脸。走，跟本宫进宫去。去干嘛？面圣。父皇，我要退婚。赐婚的圣旨朕都下了。永宁啊，你前几天天天缠着朕，非要嫁给顾将军，现在怎么闹着要退婚啊？您不知道顾云深他对我……公主，父皇，我要嫁给他。嫁给他？他是什么人？陛下，卑职乃顾将军麾下副将周显。荒谬！婚姻岂是儿戏？区区一个副将，怎能配得上永宁？我说配得上就配得上。来人啊，给我拖出去！父皇，你要斩了他，就先斩了我。你，公主，卑职出身低微，从未妄想过迎娶公主啊！闭嘴！我就问你一句。我亲你那一口，甜不甜？甜，甜的我宁愿掉脑袋。公主，您别哭啊，公主。好了，朕也没有非要斩了他，发配到边疆吧。父皇让他去边疆，我就跟他一块儿去。永宁，不要胡闹。我就胡闹，反正你也见不到我。等我去边疆以后，你正好落个清净。这儿女啊，就是讨债的鬼。罢了，你过来让朕好好看看。对不起，我只是为了气你，才会答应圣上的赐婚，却没想到，害得你被九天雷符所伤。苏朗，苏朗，只要回了古王，国师炼成还魂丹也没有用，青瑟便不用被迫内丹。顾老将军，在下此举也是为了天下苍生，冒犯了。
郎，你想对我父亲做什么？素郎，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？快起来！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？金子，柯老将军的尸体被郭氏动了手脚，不仅不能够被销毁，还有吸魂夺魄的能力。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三魂七魄受损，如今只剩下一魂，你也不过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难道你是为了我，所以才想去观星殿毁掉古王？我只想逞英雄，我想一个人把他解决掉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中了他的圈套。我所幸，真是可惜。去相思如何起止，不要难过，相思乃是人间常事，我这一生碌碌无为，何其有幸才能遇你小姐。不是的，素郎，你不会死的。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们去找长老，长老一定有办法救你。我们走。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时光。素玲，我们只剩下一次。想深知情难自知，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。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爱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旧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前世今世相依之时，永无尽时。钟情与争执，相思岂止，情一次尽若人痴，只怕你心我的太迟。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知，
问起心头寒石，封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一言立下的誓和只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之就消失，奔波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言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像爱到偏执就浓烈到迷失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今世又今世。哪怕明日命运将之就消失，奔波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